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1月14日，讯，今日，湖人128-99客场大胜雷霆，取得4连胜。赛后，湖人前锋勒布朗·詹姆斯接受了采访。当被问到他命中个人本场第5记三分后，在暂停的间隙对看台上的什么人招手时，詹姆斯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实际上那上面有人，但我其实谁都没看，我就是在假装在某个时刻看台上会有观众，把那一幕视觉化。能在休斯顿看到球迷感觉太棒了，我能够打我爱的篮球，又在打球的同时有球迷陪伴，那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梦想的场景。所以即便我还在球场上，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想念他们，那个时刻就是其中之一。”当被问到今天投进三分时是否又跟人打赌，詹姆斯说：“不，今天没打赌，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不远的将来会怎样吧。”本场比赛詹姆斯上场27分钟，20投9中，得到26分6篮板7助攻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